那会儿，哎，好，我不做了。那个啊，那拆迁馆什么时候能下来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快了，快了。不是老同学，你关键这总快了，他得有个日子，有时间呢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拆迁补偿款那可是县里统一安排发放的。你说我这一个小小的拆迁办主任，我能有什么好办法？不是老同学，你得帮我催一催呗。你帮我催一催。听我说啊，这个拆迁我舅舅家、我叔叔家他们都拆了，如果能催得到的话，我还会闲着吗？不过你放心，你的拆迁手续全部都给你办齐了，只要款子一到，我安排财务直接打到你的卡上，行吗？行行啊，这关键着急用钱。着急出啥事了？啊，行，该不会做买卖了？没有，行了，我走了，走。哎，你忙活忙活，哎，好了，你忙活。只要款一到，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啊。哎，喂，我是米粒。哎，米小姐。哎，马师傅，送两桶水来吧。啊，我去不了金星点钢行，我家里有事儿，今天送不了。那要不明天上午可以吗？啊，行。哎，行，嗯，好。哎，嗯，拜拜。该想的都想了，该做的也都做了。没有一条路可以走得通。咱俩在哪见过？这条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，此刻就在脚下。一旦迈过去，方向就彻底改变了，就会应了那句老话：“一失足成千古恨。”马东升的脚步已经开始变得迟疑。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像跳动的心脏。倘若停下来，也就意味着一个生命走到了尽头。他或许可以，但女儿不行，绝对不行。哎呦天哪，怎么喝成这样？你们公司就没个爷们儿吗？哦，都出去要账了。我任何事都交给你了。啊，好，我给您结下钱。过去了，师傅。车钥匙给你。谢谢您，辛苦了，师傅。怎么喝成这样了？走了，哥。爸，我怎么一天都没见你啊？啊，橘子没跟你说吗？我去了趟长河，去找周炳坤了。对，他去年不从我这儿挪了一点钱吗？没要回来吧？他那个手头最近是有点紧，说分两次给，我说两次。那个人可不靠谱，以后别和他打交道了。几十年的老哥们了，就是。他说是要买一个混凝土的搅拌机，我说。觉得项目还可以，我就给你拿。这个患者的情况有点特殊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啊。在这个全面的检查没有出来之前，暂时还不能做出其他方面的假设。
从马警的初步诊断和检查报告看呢，和一般的肝部肿瘤症状呢还是很相似的，但是有些指标也对不上，所以暂时留置观察。嗯，大家还有什么情况啊？再议论议论啊，讨论一下这个孩子的病。我觉得目前呢，大夫做出的留置观察是对的。哦，对了，爸，嗯，今天早上来了几波医生，我问我的情况怎么样，他们也没个明确的答复给我。现在他没确诊呢，他能给你啥答复？有确诊了才能告诉你吗？是吧？不会是癌症吧？怎么可能是癌症呢？这是你才十几岁，哪有十几岁得癌症？爸，癌症可不分年龄的。你先别管这些了，你先听医生的。你家医生呢？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了。马警家属，哎，您能出来一下吗？哎哎，好。明天又加了几项检查，您这边还需要续一些费用。好，我明天交费。是不是又要交费啊？没有，医生嘱咐一下，说让你注意休息啊。躺下吧，躺下吧，躺下吧。你躺下吧，反正爸爸得，爸爸得先回去，因为周炳坤可能要过来。路上注意安全。好，快躺下吧，躺下吧，躺下吧，躺下吧。别睡吧。人都齐了是吧？那好，咱们就开会了。今天开会呢，一共有两项内容。一个是呢，咱们讨论一下陈副市长昨天来咱们局里视察工作做的一些指示，以便确定我们今后的一个工作方向。在这一点呢，大家伙儿多说一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就今天再开一个这个民主生活会，大家伙儿呢互相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再像以前一样，咱们再红红脸，出出汗，可以畅所欲言。看看谁先说。那我就先说几句。哦，昨天听了子韬同志的讲话呀，
我非常振奋啊。子尧同志刚刚上任就到我局来视察，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莫大的鼓舞和信任。刚一出来就办下了啊！我给你倒杯水。倒什么水呀、啊？来，哎，哥，我都说了我不喜欢这样。哎，马师傅。哎。正像子韬同志说的，当前扫黑除恶呢是头等大事，重中之重。市委市政府呢要求我们打好这场攻坚战，各项考评指标啊必须完成。安觉，您说的这指标指的是什么呀？考评指标啊，啊，我想领导都会安排的。是市委领导啊，还是省厅领导？都有啊。根据我以往的经验，不一直是这样吗？那么我们当前的任务呢，是要预防恶性犯罪事件的发生。这就要求我们公安干警，特别是我们刑警队的同志们，能不能打好这场攻坚战了？啊，我就先说到这儿。好，看看，接着谭局这话啊，我说两句。你比如刚才谭局说这个达标这事儿，我就很不理解，什么叫达标啊？扫黑除恶吗？这是中央部署的专项斗争啊，专项任务啊，这不是走个过场考个试什么？怎么叫达标啊？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，有必须得抓，没有那也不能大街上找去，是不是？还有预防犯罪，大街上警示一下，哎，搞搞宣传，这都可以啊。但是犯罪严格的说没法预防，从犯罪心理学上讲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。对吧？每一秒钟都有可能发生犯罪行为，是吧？所以像我们具体工作人员来说，我的理解啊，什么叫预防犯罪？提高办案效率，而不是什么预防犯罪，那是做学问的问题，实际中难以做到。所以他一定得等这个犯罪嫌疑人做了案子，咱们把他抓住。老徐啊，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只能等到犯罪嫌疑人做了案以后，我们才能有所作为，对吗？谭局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明亮啊，昨天哥喝大了，是你给哥扶上床的？那能怎么办呀？都去要账了，那不就剩我一个人了？那你应该顺带给哥洗个澡啊。李总啊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我不想再这样了。哟，如果要是再这样，我辞职。哎呦，辞职？你才舍不得呢，妹妹。别看哥折进去两年啊，店垮了，人都跑了，哥随时可以东山再起。你记住了，于超那帮家伙不是哥的对手啊！咱们情何是这两年的治安是有所改善，但是有问题没有？当然有，
无论是羁押的案件，还是已经办完的案件，我个人认为都有。前两年，老刁那团伙非常嚣张啊，前几年办了吗？现在逍遥法办，对吧？那么已经办了的案子呢？有些人抓了判了，现在怎么样？通过各种手段打通关节，出来了，逍遥法外。老于啊，你这是有所指吧？当然了，李斌强奸案这我办的，2016年逮的他，判了4年，现在呢，出来了，而且公然挑衅警方。老于啊，李冰的假释是市中级法院的裁定，对吧？难道中间没有人施法力吗？为什么这么快出来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是客观事实，这发生在我身上。喂，哎，兄弟，是我，你送我那台车真不错，谢谢啊。嗨。我就是一辆车嘛，哎，怎么样，好使不？好使，好使。那当然了，新款星途 TX 顶配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指定了两台。好啊，那兄弟啥时候聚聚呀？那必须的，那是小弟应该设宴答谢各路朋友，这个我都安排好了。不过啊，您老兄啊不便出面啊。哎，今后啊有的是时间，顺便跟你说一句啊。托我办的事儿，搞定了。太好了，嘿，不愧是淮河上的燕子李四。老兄啊，你稍等一下啊。喂，哎，喂。我知道，子安，我不想杀人。有话好说，兄弟。啊！方向枪打开。我不知道密码啊，兄弟。我觉得，你对子韬同志担任分管公安副支长这个工作，有点不以为然呐。这是您这么说，您怎么判断无所谓。但是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，我对这事儿还确实没您那么兴奋。
哎呀，这里头会不会有你的一些历史原因和你的个人的偏见？有话您直说，潘局。哎，老谭，扯远了。Thank you for your cooperation. 电话。哎，组长，有个事案子的事儿，这儿接吧。好嘞。喂，大海，我于超。于队，发案子了。开着免提呢啊，送局残局都在，说。是。就在刚才10点钟不到，向阳路口金星典当拍卖行被抢了，嫌疑犯有枪。枪响了吗？没有。伤人没有？没有。保护现场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是。送去。店长。今天上午9:50，向阳路的金星典当拍卖行遭到了一名蒙面歹徒的抢劫。据典当行的总经理李斌介绍，歹徒手持一把制式手枪，身上绑着雷管和炸药，一共抢了37万元现金。整个抢劫过程不到5分钟。我们现在已经看见市刑警支队队长于超赶到了现场，市公安局局长宋琦、副局长谭继平也相继到场。当时屋子里几个人？就李斌和他女秘书一个。监控录像出来了没有？是吧？这家店2年没开张了，所有监控的都聋子耳朵摆设。那赶紧调马路上的监控。
杨晴，把这收一下。好。行，带回去吧。来，见一下李冰吧。这是被政府刚刚宽大，就有人砸我场子，你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吧？把情况说一下吧。这大白天的持枪抢劫，直接用枪顶着我脑门，身上还绑着炸药。保险柜是你自己打开的？他用枪顶着我，我那秘书米粒打开的。钱是你装的？我哪敢动啊，也是他装的。就这些，还有什么？就这些。确定没了？没什么了。那好，明娟，哎，你留下来，跟李冰把具体细节对一下，好吧？有事我们再找你，好吧？哎，不是于队。李先生，坐吧。大海。哎。把那只恐龙给我带上。是。我得去趟医院，有个当事人得去了解一下情况。项目情况怎么样？还可以，好吧。等一点啊！哎，余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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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确认一下，余队，案子刚刚发生，还正在调查中吧。请问这个案子能破吗？以前我跟媒体朋友们说过，这个没有破不了的案子，就是时间问题。那对一些悬案又作何解释呢？就时间没到啊。当前正是中央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始。作为秦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队长，您遇见这样的恶性案件，会感觉到肩上的压力吗？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但不在肩上，在心里啊。目前警方掌握了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了吗？这我没法跟您说。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余队，以上就是本台对金星典当行案发现场的报道，此案件本台也将持续关注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时间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，我当时太害怕了。行，别紧张啊。问您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我怎么问您就如实回答就行了。当时是您打开的保险箱？是，李冰说那密码，我放的钱。有多少钱啊，里头？大概36、7万吧，全是100的面值。哎，您怎么能记这么清楚呢？李冰平时放钱的时候都是我在旁边的。那放在什么地方？就放到绑匪随身带的编织袋里面了。什么编织袋？就是那种大街上随便那种条条的编织袋。再帮我回忆回忆，还有什么遗漏没有？
哎，我看您那手是受伤了吗？是？不是，我当时可能太慌张了吧，就口红抹到手上了。您看是这口红？啊，是，那是我的口红。哎，这口红咱们这儿能买着吗？应该是买不着，这是小裴从香港给我带过来的。小裴是谁？小裴是我男朋友，他是做外贸的，所以经常会从香港给我买点东西。面对赃款，马东升像是经过了一阵阵的电击，浑身站立不止，一种强烈的犯罪感从心底升起。不，不是犯罪感，这就是犯罪，实实在在的犯罪。从这一刻起，他已经成为一名触犯刑律的罪犯，眼前这笔钱就是罪证，犯罪的事实铁一样注定了，如同耻辱的烙印，此生将无法抹去。哎，今天可真是热闹啊！这个金星典当行啊，被人抢了。哎，那个金星典当行不是李斌开的吗？怎么刚放出来就被人给抢了？哼，该，那小子前来路不正，早就该抢。行了行了，先走。来，来，喝。红旗先走，红头当炮。哎，来来了来了。哎哎哎！师傅，我刚从医院回来。哦。小景情况还挺好的，就是医生催缴费用呢。啊，跟你说费用的事儿了，是多少啊？得一下交50000，您这边有这么多吗？有，有，嗯。哦，那就好。小锦得的是啥病呀？咋一下要交这么多钱啊？医院嘛，就要交很多的费用，都放到那儿，治疗用。多退少补，行，我一会儿我就给送过去。行。师傅，我先走了。哦，好。嗯。怎么？师傅，我听说那混蛋被放出来了。哦。李斌哈，嗯，是判4年吗？刚过2年就出来了。这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恶有恶报。啊，别去想那个，我现在赶紧的那拿钱给送去。嗯，师傅，我先走了。好，你想这么多吧。就是您沾上这个口红，是在放钱之前呢，还是之后？是之前。行了，啊，今天问您的所有问题，
不要跟任何人说，包括家人跟男朋友，啊。好，我知道。好，谢谢，好好休息啊。行，走吧。哎，米小姐，哎，再有什么记得联系我们。哦，明白。米粒那边还得控制住啊。明白。师傅，这姑娘一看就有心事儿啊，肯定有什么没说出来的。那就仔细想想，她为什么不说？是情绪不稳定，还是有心事儿？这不好说呀。爸，我看手机上的新闻说金星典当行被抢劫了。啊，可能是吧。你去送水了吗？啊，我去了。那你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啊，我有事我还能站到这儿了吗？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一直担心，怕你遇上劫匪。如果我要是晚去一会儿，可能就碰上了。来，喝粥，来。我的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嗯，就出了一部分。结果怎么样了？就没啥大毛病嘛。那咱出院吧。没，这出啥院呢？你不能回家，医生说还得等其他的几个检查结果出来，才能定。嗯。哎呀，还要等。是。来吧，来吧，你先吃吧，趁热吃，别烫了。三号床，缴一下费。哎哎，我这就来啊，我去交费啊。烫啊，吹吹。阿金爸爸，哎，李生，你说这费交上了，刚交。你女儿得转到住院部肿瘤科病房去了。肿瘤科病房？癌症啊？别紧张，肿瘤和癌症两码事。而且刘院长会组织肿瘤科的医生给你的孩子做个全面的会诊。但是你现在这转过去，孩子不就知道了吗？哎，这么大的事是瞒不住的。能不能这样，就是不去肿瘤病房，然后还在普通病房，然后咱们医生辛苦一下，然后给上普通病房看呢？医院有医院的规定啊，希望你能理解。不是我是担心孩子们心里承受不了。